话最后都会忘记，所以小喵喵和你当作我的话，不管怎样我都爱的是家，你有话你有话你的天啊，我你明天记得买好票啊，上面是小关南一国就有两天啊，这样也给你混过、啊、真的、啊、他们喜欢、欸、真的有人在补脑，真的。所以呢我们呢最重要今天的麦波声循环商店联谊会呢，这个庆祝成立三周年及新春联欢晚会，很重要很重要的。现在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陈哲的一首歌曲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因为你还没有唱到过年歌，对不对、是是是是、哎、所以呢来我们以这首过年歌曲呢、为大家来